哎呀，吃到自然醒真爽。大家好，我是村子里最富的人。今天老王没了打扰我，他肯定是在忙，要不然早就来叫我了。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，头都有点昏了。去看看我的快餐店有顾客没。哦呦，想不到已经有这么多人了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店长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在这里等了好久了，就是听说你这里的汉堡好吃才来的，结果让我们等了这么久。就是，我现在都快饿死了。可是现在还没到上班时间呢，你们要吃点什么吗？这样的吗？怎么上班时间这么晚？算了，来都来了，还是尝一下吧。给我来两个汉堡，再来两杯雪碧，20颗钻石。好嘞，赶紧去给那个暴躁老哥拿吃的。以后我要弄个牌子，标注一下上班时间，不然就会像今天一样了。两个汉堡，2瓶雪碧，赶紧拿过去。你们的快餐好了，请慢用哦。下次尽量上班早一点，不要让我们等那么久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你好，看看给你忙的，现在才想起来我们。虽然我们已经是老顾客了，但是这等的也太久了。罢了，铁子，你要吃点啥？可乐汉堡吧，双份的。20颗钻石。好嘞，还是老顾客比较好说话。嘿嘿，给他们拿吃的。来了，你们吃的来了，请慢用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 终于忙完了，真是太累了。看来下次要雇点人来帮我看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科学家。前几天我的手下来占领这个村子的酒店，没想到竟然全部都嗝屁了。经过我调查，我知道是谁干的。今天我就是要去收拾那个人。哼，喂，老哥，问你个事儿，你知道翠花家怎么走吗？你是这个村子里面的吗？我也不认识你啊，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。那我就不留你了，还是要自己慢慢找。哎，老哥们儿，你们知道翠花家在哪儿吗？知道啊，他家开了一个快餐店，我刚吃完回来。你也是要去吃吗？真的超级好吃。吃，你们就知道吃，都给我走开。那个应该就是快餐店了，我要想个办法先把他带到野外。还好我有祖传的变身器，骗那个人应该不是问题。你们就看我的吧，叽里呱啦给我变。好了，就先用村民的身份去试试，就是他了。你好，你就是翠花吧？没错，你要吃点什么？我什么也不吃，就是想来找你帮个忙。不帮，没看到我忙着呢吗？赶紧走开！就你这个态度，给你个差评。走了。想不到那个家伙还挺聪明的，那我就变成老王试试。我就不信他还是不上钩。翠花，村南头好像有陨石掉落了，你赶紧跟着我去看看吧。行，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好的，我先过去等你。果然用老王的身份好用，接下来就按照计划行事就好了。嘿嘿，老王真是麻烦，非要让我陪他看陨石。陨石在哪里？赶紧带我去。那你跟我来吧。说实话，我还没见过陨石呢，刚好今天可以看看。嘿嘿。哦呦，好大的烟，赶紧去看看。Meanwhile， 这也没有看到啊。终于上钩了。这就不能怪我了，我要替我小弟报仇。老王，陨石在哪里？你再看看。不好意思了，走你。以后不要得罪我的人，这次就让你长个记性。任务圆满完成，这个地方没人会知道的。走了，赶紧回去了。哎呀，我去，疼死我了。喂，老王，对方老大已经上钩了，可以按照下一步行事。摔得疼死了，想不到这么快就上钩了，那就好好会会他吧。我去接一下翠花。好了，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拜拜。